问还忘了一个问题，换气的问题啊。老多人问我是用嘴换气是用鼻子换气，刚开始学游泳的情况下，尽量是要去用嘴，鼻子呢只是个摆设，就不要用鼻子了，就要用嘴了，知道吧？一定要用嘴去控制吐气和吸气，在水里面吐，抬头张大嘴，一定要张大嘴，不怕没事的这个哈，张大嘴吸一口气，哪怕你喝到水了也没事，用嘴喝到水，正常我们就是用嘴喝水的，知道吧？但是你要用鼻子会呛到你的，明白吧？一定要用嘴啊。嘴越大越好， O 型就可以啊， O 型把这口气给补回来，在水里面吐出去，抬头吸进来，重新走一个啊。